还要再使用一道工序，这么复杂。好，要加冰。加点冰，加点奶，还要做拉花那么高级、啊、加一点奶，我加这么多奶啊，基本就是全是奶的、啊，捏进去，然后把你最好的咖啡倒进去就好了。然后要不要用那一台卖的？用那一台吧。反而要奶上都撒咖啡，倒是不是咖啡上的撒奶呀、啊？啊，不过这样子看上去好好看。这就是一杯了，很漂亮。